刘指导，把长辈们该做的事儿都做了吧。哎，来，您刘指导，您发个话吧。我觉得今天我也挺替马龙高兴的，因为马龙，对，因为马龙今天看到他的偶像，而且两个人能够一起唱歌，我也在想一个画面。因为都知道蔡依林又唱又跳特别好，下次你演唱会的时候能不能你边打乒乓球边唱火。哎，要不然是这样，既然如此，哎呦，教一教，说来就来，好不好？陪练是马龙，陪练马龙，陪这边唱，来，上家伙上家伙，这边刘指导您来吧，你就教一下九令，哇，手把手吧，哇，发生了什么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太酷了。奥运金牌教我打球，真的，教你先看一眼，先看一眼他的水平。哟，可以呀，能打一个来回呢，我厉害厉害。哇，好，你看到了他的基础条件，你现在开始教他。来啊，对，手把手哎。慢慢打，哎呦喂，哎，哎呀，跟我一起打球，他们打着乒乓球，哎，乒乓球，今天只是打球，明天一起打球，明天一起，哇，在一起就叫，有感觉了吗？有感觉了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离开他你就不会打球？手不打就不会打了。你跟九令打一下，你把球一定要喂得特别特别的好。你要输给输啊！你一定要有意输给他哦！一定要有意输哦！你要给打打的输掉哦，整个。哇！他们俩这个球能打一辈子，就这么一直打。哇！友谊的小球说打就打。看马龙的陪练比我用心啊，厉害，这个总结只有你可以做的。哎呦喂，再来一个球，再来一个球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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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刚才跟我说好好打。哇塞，哎，看刚才九令的表情真的特别认真，哎，他真的就觉得自己打过了马龙就是世界冠军，比还要厉害。都对眼了，都就这种士气，这种士气真的做什么都认真，要不说厉害呢啊。再来一个啊，三局两胜，太好玩了。你看九令的表情好当真哦，好认真。哎呀，我们刚才怎么说的，故意输掉啊。来故意。哎呀！太厉害了！哎呀，不愧是教练呐！